吴小姐，嗯，您的药。嗯，这个药是给我的。是的，所有在这儿过夜的女士都需要，曼迪小姐也不例外。电话。还有什么事能比现在的事更重要？可是，仲谋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听。可是，我想再请求你，明天我的电影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宣传。我相信这帮记者会很快找到你。我想求你，可不可以先暂时不要宣布我们分手的消息？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我希望你能看在我们以往的情分上。拜托了，谢谢你，钟某。等一下，你们分手了。什么时候啊？上个月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又没问。而且如果我还跟他在一起，又来纠缠你，那样的男人还值得你去爱吗？可是我真的感觉很对不起他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呢，一定还是心存芥蒂，所以一直迟迟不肯搬过来跟我住，对吗？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弥补，所以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。梧桐，你要相信我，你已经等了我5年了，不要再犹豫了。我懂你的自尊跟骄傲，但是不适合拿来面对你最在乎的人。我哪有那么虚伪啊？你没有吗？没有。那你说。说什么呀？说你爱我。说。啊，进来吧。啊，吴小姐早。早。吴小姐要出门吗？哦，我一会儿要去上班。哦。对了，郑某他什么时候出去的呀？厉先生每天7点就出门了。那现在几点？现在8:30，吴小姐。吴小姐，嗯，您的药，嗯，这个药是给我的。是的，所有在这儿过夜的女士都需要，曼迪小姐也不例外。那，哦，那这个避孕是曼迪小姐自己需要的，还是厉仲谋的意思啊？是厉先生的意思。谢谢。